张少强，你是去啥事？安尼戏弄阮，感觉真好耍。好耍，当然嘛好耍啊！我予人戏弄一世人啊，即马讨一点仔公道，算是天公地道。安那，就是我是真好真好，予人当作是猪共款饲大汉了哦，放伫个桌顶，献祭予江道成的心。别个乒乓啊！我今仔日就要毁了江道成转身大梦。超强，你啊，客户啊！别再讲了啦，超强现在已经无正常啊！你若继续跟伊刺激，可能连咱两个拢无命。啊，啊是饭菜也较老谋深算啦、啊。知影，就算讲恁这两条老命无值钱，至少嘛要求一个好死对无？哦，那是为家搬咯。哎呦喂、啊！一定是长脚长手啊，爱有一个转世哦，我靠，是不可能啊！哇，莫阁讲，莫阁讲啊！你即马就要赶紧拜拜，求神明保庇啊，叫江道成啊，赶紧来，那无恁两个人哦，居居啊，江道成老先生，赶紧出来哦，那无恁就无法度看到恁某的最后一面啦，到时阵就要去地下甲伊见面哦，赶紧出来！太白啊！你若是有人，你就赶紧出来啦！赶紧把超强解释弄清楚。公你也是真疼惜伊，公你甲伊还阁有爸仔囝情啊！只是恁爸仔囝的代志，甲我还阁有客户无关系啊！对对对对，长痛不如短痛啦！你早慢面对我诶，啊，莫趁住我囝甲款避起来，赶紧来甲我解释清楚。无等嘞哦，陈长胜因来哦，我着当伊的面头前，甲你所有代志也压出来。哎，我甲你警告，莫对我下手。我若是发现了，你绝对后悔。阿青，你什么状况啊？昨天不是讲有话要甲咱讲，因哪个甲阿妈甲阿姑留来遮？先别讲阿姐啦，咱赶紧甲疏导，唔通让伊做出甚物无法度挽回的代志。紧嘞！喂啊，王明姐，我拄则看到阿强，甲老虎林本山下阿九请，该哭扛，阿拉讲拢无效呢，规人看起来气消力尽，精神无啥正常啊。我等下你甲说你哦，哦。唔管伊讲啥，卖动静，千万卖刺激着伊，避免老夫人本身还性命危险。安尼，我应该要安怎做？无，先互我去安踏，等伊情绪较稳定才阁讲。啊，不过你一个人敢有材料应付？我尽量啦，希望会当解救老夫人，莫卖伤害着阿强的性命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我家己。好啦，这危险嘛，紧来看卖。阿强，哎，阿强，阿强，阿强啊，卖有别来哦，有啥物话好好讲，敢咪只用种偏激的方式，假使讲有啥物事较差，伤害着你阿妈，后悔都袂赴安尼。文金啊，你即马甲伊讲啥物哦，伊都拢听袂入去啊，伊即个满百万分哦，迄阿拢压袂落来，要爆发啦，恁有啥物较远的，才袂叫伤害着，唔通我来，紧闪啦，紧嘞。紧报警啦！超强已经起效啊，紧叫警察来给抓走啦！搞掂去，把我随身去地下做伴。王医师，那一个人来，江老先生呢？伊是唔敢面对我，特别来送伊来替伊动心进行。伊走去倒位去啊？你是咧讲啥？啊，总裁是安怎被闭起来？我来是因为超越卡点好挂呢，今日我发现。你甲老夫人饭菜下阿上请，我唔知影得来食诶，有啥话好好讲嘛？啊，有啥物误会，咱转去豆豆讲好无？无啥误会，我甲伊无啥误会。好好，甲冷静，甲冷静。超强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你会当甲我讲啊？即摆上关心你诶人全部拢伫遮啊！不管是你对啥物代志感觉不满，还是委屈。
你会当讲出来，让大家知影，大家会当替你做伙想办法。你千万唔通伤害阿妈佮我阿哥，安尼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。江超越，你就是讲什么拢唔知影，才相信伊是无辜的。事实是，伊根本唔是无辜的，伊是冷血旁观者。伊伫咧边仔计点点，目睭叫伊看我家己的无内底。虽然讲伊无出去甲我伤害，啊，不过伊伤恐我帮凶啦。你是咧讲啥？你是你的亲生阿妈呢？哎呀，我心里话真正是足烦恼伊的精神状况的啦。阿强，较冷静咧，较冷静咧啦。好，等。我即马感觉江超强讲的话啊，我忍袂住，一直会同意呢。虽然讲我平常时嘴真臭，看到我就无讲什么好话啦。啊，不过伊拄则讲遐话，确实是讲到我的心声。因为这彭彩霞，伊原本就是个冷血无情啊。伊家己无法度甲我同甘共苦啊，四界甲我抹黑，讲我是无负责任的负心汉，咪敢若想着感觉冤枉，想着硬气啊。陈中生啊，你无讲话是个事实，我若真正厉害死啊！小雨一定会怨恨你一世人。你倒会来自信啊？你以为你伫小雨心目中有遐尼啊重要？好啊啦，啊，即马状况遐尼乱着，莫讲遐菜天会倒啊啦。超强，你搁会记昨暗你有去阮家，我有煮杂菜面予你食无？我感觉你毋是歹囡仔呢。你敢若是心肝内有足侪委屈无人通讲，想要找温暖对无？无安尼好，假使讲你甲恁爸爸的心结，若是伤深，是透袂开，无你来阮家，我会煮足侪好料予你食，然后你才偷偷甲你心肝内委屈，拢讲予我听，安尼好。阿妈，我会转去，毋过毋是即马。我一定要让江道成打消要让我做替身的想法，给伊一个彻底的解释。阿婆，咱妈孙啊，就永远无机会当团圆啦。相公，我讲恁当是上温暖的，还是恁家己想家己对？我今日就是要甲江道成算账下。你，跟出来，跟出来，进来！阿强，现在你受到我的控制。那情形一模一样。天呢？那可是是我给晴天的佛珠啊，那是你的手的。我听小月讲，晴天解救回来的时阵，佛珠都放不起了。那这点我能确定，晴天还没被抓走的时阵，佛珠确实是挂在手的。俺过去出代志，阮找到伊了后，佛珠就胖紧啊。本来前天佫条准讲是万条阮，佮抬着伤，伊跋落去山坎，所以才会无去。啊，结果那是你的手的啊，这是安怎？敢讲万条阮阿造前天，你是共犯。我已经，你这影响 BP 的替身，糟糕！现在是想要搞阿么？把我当作是谋害朱新天的凶手，安尼就会当转移大家的目标。啊，我承认所有的罪。啊，你个江道成，是上恐怖的人。超强，你咧去小心哈！你阿哥已经死几啊十年啊哦，那是你家己好奇，要去开庙就是咧。你若做你唔对代志，拢爸爸对伊心上奇，你阿足不好的哦。好了，你现在轮流搞阿妈哦。江道成你无死啊，你哪有可能会死？你是小命怪吗？会当替开生出一条搁一条的命？你不相信？我证明给你看，我叫你出来，江道成，你给出来，我你准备替你伤心的情人休息啊！你阿妈，唔免惊哦，无代志，我先替你偷开哦。啊，你搁在遮要创啥啦？我的手红白个足疼呀呢，紧替我把锁啊偷开啦。就是要你疼，唔才会甲你拔。
你即马是拍算要拆迁啊？建树不久，搬了车湾。哎，好你约着。啊，小伟，现在何里处理？你看到佮到位去救伊个，差卡要个站落去。干掉性啊！你一定无好话。哎呀！你给我放开！你想不到我不了解，江大山，那个咩啊，跟出来！阿强，较冷静的，不会伤到你个弟呢。我唔惊，伤到我家己，我甲江大山的代志都无怪怪，你大家拢有麻烦啊，莫阁自作回孽啊！我拜托你，你绝对后悔！我必须要赶紧对伊下咒，要不等大家气坏伊，都袂好啊！阿娇啊，这火烧是安怎在你家？等你醒醒了，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我先替你守好。王文金是想要创啥？陈长生，我对你说，我这一晚拢学到顿了。你对江大成的推论拢是真啊？你是先知？我拜托你，你要坚持，一定要把江大成所有秘密都挖出来。我拜托你。江超强到底在讲啥？你敢真正起下？啊，若无那一句话讲安尼颠颠倒倒，连咪讲到江中人，连咪竟然阁讲到江道成遐去？阿强啊，哦，卖阁乱啊，到这为止。遐若无真正无人会当救你啊！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是你妈心内上大力量，伊逐天为你提心吊胆，你若继续安尼，是来折磨伊，知无？啊！我跟你顶头。听懂我吗？你有气吗？你阿强，阿强，江长想是安那？可能是因为情绪上过激动，才会昏过去啊！我先送伊去疗养院，无伊即卖攻击性上强啊，连伊亲人拢会攻击。一个好人啊，那用变安尼？阿强，敢小胆打击啊？少年人求表现，啊，总裁总是咧质疑伊，有可能是安尼啦。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哪会变安尼？王金，我拄才看你。把那个朱新天的那个佛珠啊，对草场要退过来，那没什么紧交朱丽萍，我提回去。你无问我，说袂记者。哎，是你白落三回啊，这唔敢。哎，挂好了。我还记得你讲这是恁老爸留的物件，你提回去有钱恁继续挂，你嘛较会放心。嗯、我来去到游会，顺便提药。阿俊，再我来电话。啊，超越，我袂去。这陈忠诚真正有够毒的，唔知阿总裁即马状况安怎，哪拢无够联络。